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 ，I'm Yuga。这场是我跟翠翠一起在排位场的一场解说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任何做任何一个动作，都会跟你们讲一下理由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。而且这一场也攸关于我会上 S 还是继续留在星耀排位，非常关键的一场。那就如同我们标题所示，我们居然有一个超级送头。他就是凯撒路马加，一开始就被对面手杀了嘛。但是其实一开始十几次哦，我觉得都还好。可是越来越后面，就是越来越夸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他到底是不是来乱的，还是说他感觉就是一个是真的来乱的那种感觉。这边呢，纳克吃了魔龙之后，所以这波兵线我们是不能够出去清的，我们只能留在塔下偷偷的去清这一波兵线。我看到很多的新手哦，或者是他不太懂这种地图关的人，他那边一定会走出去清兵线，因为他完全就是不 care 小地图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那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到说魔龙路的人都跑去中路干了 一波大架。那我躲的位置呢，其实我躲很后面，但是我可以确保说我五秒内可以到达中路的一个位置。那发现中路队友都拉掉之后，马上回到魔龙路这边，再注意看到马加他居然又死了第二次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让他死，这就是增加我们游戏的困难度吧。那我们龙马呢，是这场打野他来下路 gank 一波，并没有抓到他，但是我们很成功的，我们蓝被反了，对，被反了，你看到的，这就是我们在 S 场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星耀高端排位场的时候，双方会有的一个地图关。例如刚刚我们龙马在下路落头，那对面纳克罗斯就确保说，对面龙马不在这，马上去防我们家蓝。你看这个动作是非常快速，而且呢，他们的速度好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迟疑之类的。这边我们来到了中路来做一个帮忙。那因为呢，我们上路一直 bianchi 嘛，我们现在马加又要回家了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一场的队友完全火力几乎都会集中在支援上路。那至于我下路的话，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龙马来看看啊，也没有可以抓的嘛，可能就走了。那我们家的辅助啊，我们家翠翠，他整场几乎都在上路吧，感觉都没有再来过我下路。那我自己呢，只能阿弥陀佛，自己加油咯。那对面呢又来入我们家的红区，感觉对面在地图上有一定的一些观念啊。那这边大招是瞄准对面蓝区，而且有射到东西，甚至说我还拿到了蓝 buff 哦，可以注意一下我脚底下发出了蓝光。然后看一下这个纳克罗斯，哇哦，这个配合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，我把那个纳克罗斯可能射到很残，刚好卢米亚一个大招下去直接砸死他，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功能，完全就是一个感觉，个人的感觉在那边就射过去，还碰巧不巧的拿到蓝，然后卢米亚拿到人头。那这边凶一下那特尔，玩勇的好处就是我一技能就可以晕眩，不像是特尔安纳斯要大招才可以晕眩。这边一样清个兵线，那我们注意看一下上路，打得非常的出去。那所以从这时候开始，我们的火力队友啊都会集中在支援上路的部分，应该还算不划算。因为我们这一波死了一个辅助，又死一只龙马，对面只有死一只图伦啊，完全不划算。那我现在能做的事情，像我们现在射手嘛，队友都不在你旁边。那如果你还是大辣跟这个是特尔一样，这么出去清兵线，你绝对就是什么被抓的命啊！对，我们这边只能归塔下。你看我从头到尾，除了我们家辅助或者是打野来之外，我永远都是归在塔下，除非我旁边有人，我才敢走这么外面来。那你们的话，我真的看到很多 BC 牌跟 A 牌钻石哦，最大差别就是缺少了地图观念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塔去清兵，他们只会认为说，兵线来了我就出去清兵。像我们翠翠绝对不会不清楚这个东西，他知道有这个观念在，可是他当下没有办法
去判别说可不可以出去清兵线，然后就被抓了。对，没有。有，你常常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这边一样，只能归塔下。那因为龙马现在的火力都注重在上路了嘛，所以这个红区就直接拿掉。不然不拿的话，你也是让对面那颗螺丝来反，因为对面那颗螺丝已经有两次的反野的一个前科在。OK 哦，上路击杀对面的弗洛伦。我真的只能自求多福哎、欸，这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，关键到有一种，因为这场有种那种感觉，有点满心的魔咒之类的感觉。这边我只能用大招去尝试的射对面的蓝区，看可不可以再拿到纳克罗斯的一次蓝 buff。那特尔他们是拿下了魔龙哦，这边一个赶紧拉掉，好在是卢米亚帮我补上了一个大招的伤害，交出瞬移，成功的反杀了特尔安纳斯。那看到对面纳克都在我们红区去追我们的卢米亚嘛，所以这时候利用一个先一个缝隙的机会，直接拆塔，拆完塔呢，我们就要马上撤退。那我们这边来到了是上路做一个中路做一个支援哦，那看到没兵线，其实还想要来收税的啦，因为下路我已经开通了，现在呢我只要稳稳的中路支援，拆塔 B 点塔，然后下路兵线来的话。我偶尔可以回去清个兵线，那红区的部分的话，大概感觉就是瞄过来，因为他们真的是火力完全注重在上路，因为很害怕那一只马加在送头啊。哇，可以注意一下哦，那一只弗洛伦，他一打三，还把我们的马加抓掉，甚至说还把我们家的那个龙马打到残血，真的猛，因为那只弗洛伦已经太肥了。这边中路支援一波、哦，这边我们不建议你从魔龙路走，直接走到凯撒路去支援，我不建议你这样做。第一个是你浪费太多时间在走路，第二个是你走过去不一定有架可以打，第三个是你直接弃魔龙路不顾，有可能对面直接推你的魔龙路也说不定，那你回补的机会就没了。这边直接开凯撒的原因是对面死了两只，尤其是对面打野死掉，所以开凯撒的话被抢的几率。非常的低，就利用刚刚时间吃凯撒，然后有点小炮车就退一下，加点射一下塔 ，OK 的。那我大招呢是射一下对面蓝区，是有射到东西的，所以对面纳克应该在对面蓝区。这边注意一下，我的天空巨龙放在的是下路，因为下路的比中路走的距离更远，所以它可以强化兵线时间就越久。这边这个位置我站得非常好哦，这边打这一波非常 nice。这边交了一个瞬移，马上帮我们卢米亚。哇，你看一下我们卢米亚这个血量。我刚刚如果没有交瞬移的话，卢米亚现在早就死了。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说，你会不会滑动这个地图？地图关真的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真的很注重在于地图关支援速度。这边我太注重于点塔，然后就被射死，反正就是犯了很大很大的失误啦。这个是应该是我这一场犯的最大的失误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就是有点自在推塔，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游戏啊。那看到下路的话是卢米亚被对面奈克鲁斯抓，我只能用大招帮他射一个，他不一定射得到。龙马呢是点了一个集合，因为奈克鲁斯在下路，那对面全部人都在追马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加每次都要打这么出去，就是跟对面说来抓我啊，来抓我这样。而对面真的肥，你看这个弗洛伦两刀我就直接挂了。那龙马呢完全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就是一个超神的弗洛伦，真的傻眼。对面弗洛伦直接上了王者之剑，完全没有在害怕的，因为他超有钱啊，超肥的，马加养他养的超肥，我也是无解啊，我只能稳稳的打，期待他不要再有送头的一个行为表现。对，那这边我的位置呢透过一个闪现呢瞬移交了非常好的位置，然后去输出。其实很多人不懂送头什么意思，送头不单单是我们直接走过去送头，送头另外一方式也就是、啊、一直往前走嘛，虽然没有走到人家塔下，可是意味着就是要跟人家说来杀我的那种感觉。这边哇，那个图伦开的灵霜宝珠开的非常漂亮哦，那上面有一只特尔，我也不敢再走过去一点点，我怕被射，你看我想走一半，我基本上这个血量特拉那射我两箭应该就我就爆炸了。那这边图伦他没有凝霜宝珠，还敢往前秀？那不知道我射得很痛吗？而且很会射。这边马加开启了疾走，用一技能没有缓到那只特尔，
我就不想追了，我真的已经不想追了。可是他们两个还是往前去追，好，然后他们集齐了资源之后，就发现马家穿了一弹了。奇怪，到底就一喊撤退哦，跟龙马都一直在喊撤退，然后他真的被抓死了，但一直不跑哎，令人头痛不已啊。那我这边我双 buff 时间到了、啊，那可以看一下目前这个情况哦，我们完全打不出去哦，因为对面的抓牌角太多了，我们只能等对面来打一波，等对面失误。那龙马呢是抓到对面在吃凯撒，而且还抢到了凯撒，并且击杀了对面的弗洛伦，因为刚刚弗洛伦应该是单吃凯撒啦，所以耗的血太多。现在的我只能归塔下，那边其实他们那边抢到凯撒哦，龙马杀了弗洛伦，如果退不掉的话就死没关系啦。那我们的安奈特其实是不用过去的，过去等于就是送头下水饺的意味在。目前呢，我们还是逆风，我们只能归塔打。那我要去守一下上路，我们目标是把兵线清掉。很多人都放错重点，人家玩传说是推塔游戏，你都在把它变成杀人游戏。我只是把兵线清掉，人家就没有办法来推塔。现在呢，我就是预购了一堆防装吧，反正我现在只能归塔打，不需要鞋子就把鞋子卖掉。现在我狂暴手套、复活甲、死神镰刀的状态都还在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会非常刺激。一样先清兵线，我会走这么出来是因为我们头上是有视野的、哦，所以才敢走这么出来。不然的话，我绝对是归到高地。这边大招射到了，这边奈克罗斯没有挑飞到我 ，OK 的。奈克罗斯复活甲，他的死。黑暗之刺好像被打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刚刚吃了那个魔龙的 buff。这边要注意一下喽，因为大会战马上就要来了。这边可以注意一下，那只屠伦只有一个人，那这边一技能定到之后，马上直接秒杀了对面的屠伦，这个就是后期的勇，真的太恐怖，做坏掉了。这边注意一下，我的位置非常的好，甚至说我的位置好到说我可以站着完全不走，对面就一直。跑来给我射，像是那个罗斯，他还有半血，甚至说还有狂暴手刀的护盾，直接被我5箭4箭直接射到爆头。这就是勇，他在后期真的太好玩了。这边我们终于对面倒了两只嘛，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时候打出一个破口打出去，这是绝对要的、哦。这边抓死了特尔哦，再注意一下小地图，我们后面是有一只机器人，甚至说我们的蓝区还有一只弗洛伦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弗洛伦不回来啦，他可能是觉得说他们断了我们后面那个兵线，我们没有兵线吧？其实我们是有兵线的、喔，现在兵线才刚死，这时候我们四个人都还在。那卢米亚呢是去牵制了弗洛伦，不让他回来。那我们就是互相扛着塔拆了珠宝，哇，好感动哦、喔！因为这个 S 啊，我不是像其他人可能一天可能玩了。好几小时这样，可能4-5小时，可能7-8小时都有可能在打排位或在打传说上面。我一天可能就只在玩传说，可能排位一天只玩1-2小时，1-2小时，顶多2小时。这边利用一个胜方 MVP 加薪卡，直接刚刚4颗星蹦到了 S 1颗星，拿到了战场传说。那这一季多了星耀哦，等于说。像以前版本应该是 S25颗星以上的阶级吧，25、26颗了。对，那这边超级感动，因为我们马家中期的时候，他的战绩是0-6-2，他死了6次，杀了0个，助攻了2个，我、哦、超感动，超感动。这一场有点算是快4-6了，你懂吗？好啦，那这一场呢，就是我勇在排位场的实战解说。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大大喜欢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